2017年嘅5月3日星期三佛誕啊，上晝11點，我哋而家喺舊大埔警署，而家咧就變咗咧係叫做六會學院嚟參觀。嗱，好好地方噶，呢啲舊嘅英式建築。感謝主，今日都好好天，個天空咧有好多紫鷺啊，應該都係海濱公園嗰度放嘅。啊，真係好正噶！幾好地方。啊，另一個角度去欣賞一下，感謝主，幾好天。大家看一看，这里有张图。